从前的我是在鲜花和掌声中一路走过来，我所追求的就是要得到更多人的赞许和肯定，尽管也有所谓的成功，但却活在最终而不自醉。如今的我已被神更新，使我有机会为神来献上我最美的歌声，在圣诞的日子感恩耶稣为我而生，为我而死，为我而复活。把这首《把一切献给神》与弟兄姐妹我们共勉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哈利路亚。到高于足清净，挥舞里